等一下啦，这个是不是啦？真的假的？不是吗？哦，它是一个红豆。那个小孩出生之后，他也是一个神队友，所以还不知道是男生女生。嗯，还不知道。有没有想要等到最后一刻才去知道他的性别？运气有这样想，但是我不想。就其实医生有写在那个信封里面，然后我们是想要等性别派对，就是一戳气球再知道小孩的性别。运气比较希望女生，然后我是希望生两个。所以我想要一男一女，其实男生女生都好啦，我们都觉得就是真的怀孕之后就觉得健康就好。